对不对啊？啊，他实际上单位里过去有一个人也追他的，又在看了，在看什么都看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我其实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，所以我一问我就想了想，这个你问他，因为他今晚上是应该来的，他没来，他没来也抽到我的号码了，我就帮他问，所以我只是要知道就是有没有灵性，有没有孽障，你还想问问他有没有姻缘？对，那你想什么我都看得出来。告诉你啊，他的姻缘会有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一个非常，他不在这里，我想跟你听。他有一个，他如果结了婚之后，会有一段时间很开心，但是慢慢的就会有点麻烦。我就不想多讲了，跟你也一样。明白了。台上有时候给人家看图腾，讲到一半我就不讲了，因为人家都明白了我还讲了啊。